到底走不走？我不去学校，我就不去学校。这孩子，是不是我给你惯的呀？三天两头不去学校，你在干什么呀？走。怎么了这是？一大早发这么大脾气，这有什么跟孩子好好说吗？好好说，我没法跟他好好说。这孩子三天两头不去学校，哪像你们家孩子啊，那么听话。没事儿，我来说说啊。小宝，你跟阿姨说为什么不愿意去学校呀？小朋友们都不愿意跟我玩，他们都不喜欢我。那小朋友为什么不愿意跟你玩啊？他们说我衣服上臭臭，都离我远远的。你少找借口啊，你这衣服我天天洗，哪来的臭味啊？又是臭还身上痒啊。你怎么了？你们家衣服确实有股味儿。不能吧，你们这洗衣机多久没清理了啊？洗衣机还要清理？不知道啊，没清理过。跟我来，你看看你这当妈的也太粗心了，这洗衣机这么脏，这洗衣机啊超过3个月没有清洗，就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，这不仅洗出来衣服呀会越来越脏，而且还特别容易滋生细菌，让孩子身上痒痒的啊。那怎么办呀？来，这个墨蒙洗衣机清洁除菌液呀，你拿去试试，这可是我们家一直在用的。我们家有个好习惯，每个月会定时给洗衣机洗个澡，要不然这衣服呀都白洗了，还带有一股异味。因为洗衣机长时间不清洗会滋生细菌，这种清洁剂专门添加了除菌剂，而且它是液体的，不需要浸泡，方便又卫生。洗衣机里很难清理的脏东西啊都能清洗干净，强烈建议你养成定期清洁洗衣机的好习惯，让你的衣服更加洁净，同时呀让家庭更加安心和舒适。这不仅干净了，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呢。这不仅波轮洗衣机可以用，滚筒洗衣机也可以用，像马桶、洗手池边缘，还有厨房水槽边、浴室玻璃胶、瓷砖缝这些地方呀，都可以用它做到局部的去菌除污。那这么好的东西在哪可以买啊？会不会很贵啊？不贵的，点头像进直播间就可以购买了，还有限时优惠活动哦。